一见钟情哦。 Oh my god， 没想到你这么肤浅的人。因为我对朋友不会有火花，朋友就是永远的朋友，我只爱陌生人。有病啊。三二一，穷帅鲜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可以养他。那好霸气哦。那你为什么？我是一个外貌协会。但他没有说富翁不帅啊，可以戴假发、啊、我没有自信可以好好跟他相处，只能跟穷帅一个相处了。三二一，长袖婚纱。嗯，现场都会很冷啊，穿长袖比较好。也是这个答案耶、欸啊、怕冷耶、欸、怕冷啊。三二一，森林婚礼。我们是不是都一样？嗯，好像是齁。好可怕，会不会抢对象？不会啊，真的不会。三二一，顶客族。知道为什么会成为好朋友了吧？对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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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